Swaven 坐落在平缓的 Hawkesbury 河岸边，离悉尼仅一小时车程。占地面积共达57公顷，这片土地的主人有意将它打造成别具风味的住所。当您经过柠檬香的树丛，就会发现一片浩渺之湖，一直延伸到广袤的农庄。蒂莫西·莫恩建筑公司创建了澳大利亚最伟大的庄园之一。当您踏上这片土地时，家园的精彩故事就开始上演了。回收材料基本构建起了多个木质和石质的亭式建筑，而户外空间则充满质感和暖意。整个设计是对建筑环境的颂扬，灵感来自于周围从高地到河流的迷人景致。它让我想起了阿联酋的沃尔干谷，或是夸利亚度假胜地。这里的高档奢华凸显在其环境之美。这是块私有土地，同时毗邻河滨奥克斯锦标赛高尔夫球场。该球场是澳大利亚公认最好的世界级 PGA 设施之一。